今个月23号就是重阳节，城巴礼拜四公布重阳节期间增设特别路线，方便乘客前往位于哥连臣角道的柴湾华人永远坟场。期间多条路线会有临时服务安排，增设的两条特别路线是388和389，其中388由柴湾站来往坟场，由10月7号到11月5号每逢周末和重阳节都会增设，而389号就会由筲箕湾站来往坟场，10月15号至22号每逢周末和重阳节都会增设。另外有13条路线会在指定日期实施临时改道措施和临时巴士站安排，各位记得留意最新消息。